一身白色球服利落挥杆，两人沉浸在高尔夫球世界，也不忘po影片跟粉丝分享。尽管爆出一连串桃色风波，他也依旧不理会争议。他就是用很多那种甜言蜜语在骗我，然后送我花，又送我钻石项链的， 然后说要帮我出歌。上个月21号，曾信女子出面指控梁轩安以及将跟萧淑慎离婚为由疯狂追求，她一时冲昏头陷入热恋，但换来的却是人财两失，因此到北检按铃提告。他跟我说他可以帮我申请贷款，可以帮我背书，跟我要身份证啊、房屋、土地 所有权状，还有硬件章、硬件证明。当时针对指控，梁轩安只透过文字声明，强调自己绝无不法，是被设计。同一天也在社群抛出与萧淑慎甜蜜合照，妻子更留言转发力挺，证明夫妻俩感情恩爱不受影响。没想到不到一个月，又有第二名旗下培训艺人提告性侵，且遭骗的手法几乎如出一辙。实际致电萧淑慎，手机却关机，没有回应。我现在就是有点紧张，因为我紧张，我今天打了电话。 相差15岁的姐弟恋一度不被外界看好，但萧淑慎离癌丈夫一路相伴，两人携手走过7年婚姻，看似幸福甜蜜。不过嫩刚陷入丑闻，梁轩安经营的娱乐公司附近邻居私下透露，之前经常看到夫妻俩到附近吃饭，不过从一个月前就没看过两人一同出现。说这梁轩安没有得到回应，只有在 IG 发布黑底白字现实动态，引用高尔夫球名人的名言，写下只有傻瓜活在过去，似乎有所影射。究竟真相为何？外界雾里看花。近新闻综合报道。